我觉得还是比较那个3-0以上吧。其实我女儿很小的时候也来看球的，在世纪公园啊组织的一些亲子的活动，6·1儿童节的活动我们都会参加，这是我们俱乐部一贯的那个就是一个文化。我觉得蛮好的，就是让小朋友们也来这边唱了一下国歌，到时候会有个这样的一个节目表演，就是小朋友们又能体会体育的精神、足球的魅力，又能有个爱国主义的教育，我觉得蛮好的。